本节目由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的杰森通信赞助播出。叮咚叮咚，欢迎来到速库180，180秒带你看科技大小事。速库三集团跟大家一起加强防疫，请大家戴口罩，多洗手，健康看影片。大家好，我是快。今天 Sony 线上台湾上市记者会发表了第40支防水手机 Sony Xperia 10 Mark III。很可惜，因为疫情，我们没有机会拍摄泳池的影片，但是我们把焦点放回手机。这支 Xperia 10 Mark III 是一支中阶防水夜拍的 5G 手机，也同样有手感轻薄好拿的外形，重量也只有169克，颜色上有亮面设计的水漾黑、水漾白、水漾蓝、水漾粉四种颜色，也有中阶手机少有的高规格 IP65、IP68 防水防尘。那至于防水的部分，我们有收到来自 Sony 的诚意，给大家几秒感受一下。萤幕的部分是 21:9 Full HD Plus HDR OLED 萤幕，60Hz 的萤幕更新率和240Hz 的触控采样率，处理器采用高通 S690 5G 处理器，电池也比上一代更大，是4500毫安时。SIM 卡采用3-2的设计，那 Xperia 10 Mark III 也可以说是高 CP 值的行动串流音乐聆听装置，有支援到无线超解析音质 LDAC， 也有保留 3.5mm 的耳机孔，所以也有支援 HiRes 高解析音质。那再来就是拍照镜头 ，Xperia 10 Mark III 同样采用三镜头，分别是1800万画素 f1.8 的主镜头和800万画素 f2.4 的超广角镜头，和800万画素 f2.2 的望远镜头。那前置镜头为800万画素 f2.0， 拍照的功能除了有 10fps 自动曝光效果、 HDR 效果，还有独立的夜拍功能，可以做到夜间拍摄出低杂讯、高光抑制的夜拍照片。那最后价格的部分 ，Sony Xperia 10 Mark III 台湾上市价格6G、128G 是12990元。以上就是 Sony Xperia 10 Mark III 台湾上市发表会的规格整理啦。喜欢我们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